大家好，我是志旺，欢迎收睇食幻食的食盐室。咁今日食盐室咧就会带大家食尽东南西北甜酸苦辣古灵精怪的食物嘅。今日食啲咩咧？呢个 Padaskila 传说中超级辣的 Padaskila Maggi Goreng。 好啦， Padaskila 准备好啦，我们现在实验开始，戴个眼镜先。叮，哇哦，首先就要捞个粉先啦。哇，我闻到个味道就已经知道是好辣的味道，搞到我现在口水都出緊嚟啊！拎撈佢先，撈勻佢。食咩伊麵，梗係要撈勻佢噶啦。好啦，我先啊。第一口已經開始有辣味。我是一个很怕辣的人，不过不知道陣間会怎样，但我知道第一味已经辣到在那个口唇那个脷那里了。好，继续吃。哇，我有闻到个酸酸地的味道，不知道挤了什么酱呢，个酸酸地的。再捞下先，捞匀去。好啦，继续再咬下一啖。哇，哇！食嗰个味道真系辣到啊！开始辣啦！头先都系好辣噶啦，而家辣到我嘅喉咙嗰度咗。唉，食粉食咩煎面，梗系要大大啖辣噶啦，大大咬落去先。眼泪流紧啦，我唔知道讲咩啦，而家佢个辣真系好劲啊，好紧要辣啊，我就系傻噶啦，系傻紧啦而家。剛才我撈了那些，有多少種撈了那些醬啊，怎麼這個，如果你很喜歡吃辣的話，這個絕對是你的首選，因為它真的達到那種辣椒，那種紫天椒什麼椒的味道啊，但是都是很好吃的，因為吃到很爽，所以我繼續吃。吃這些粉是會咳下的，因為辣嘛。為什麼我戴眼鏡，戴眼鏡就是你看不到我的龍眼淚，現在我看那些水啊流緊，你看不到的。好辣啊，等我喝個水先啊。好辣啊，我頂不住啊。我总结来讲，这个 Padaskila 真的非一般的辣，你不能相信的辣，是真的好辣好辣好辣。哇，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辣的话，你可以来挑战这个 Budaski， 买一碗 Budaski 回来试试。我就辣你好，今天的实验室就到此为止，请留守住下一集实验室，拜拜。